这只雌的蓝莓还是跟大的那个是一个品种啊。哪一只呢？现在要离园区啦，我们现在要走啦，我要打算去买东西。我今天在他家买了三件 Base Range 的衣服，买了一件薄荷绿的短袖，这个就是材质特别舒服，滑溜溜的，夏天穿的话很凉爽，它的面料也是特别舒服那种。还买了一件他们家这种基础款木耳边的，买的是黑色，这个也是很凉爽的，很百搭，很休闲。然后我还买了一条他们家的裤子，它是那种毛巾边的感觉，但是穿上去你就不会觉得闷热，它很休闲，很简约，然后又百搭。然后这一条裤子完全可以搭配我刚刚前两件这个衣服，然后也会比较简单时髦。还有这种就是还有一些这些淡绿色的边，就是这些小心思它变得更加的精细，这就是今天的收获啦。